请张开你的嘴巴，举起你的双手，做好准备，预备。真真高兴地见到你，满心欢喜地欢迎你，欢迎欢迎，我们欢迎你。再一次，真真高兴地见到你，满心欢喜地欢迎你，欢迎欢迎，我们欢迎你。校长能人加商99学年度诗词吟唱比赛，首先恭请校长致辞。我们今天的会议场校长没有介绍之前啊，各位老师、各位同学，大家早。校长早。我们一年一度这个。为了我们庆祝母亲节，学校里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视我们的同学们平常的学习。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，我们在这边举办除了诗词吟唱比赛以外，我们也特别纪念我们的母亲。我们透过这样一个活动，让各位同学那么除了懂得怎样去尽孝道之外，我们也借这个机会让各位同学在学习的过程里面，大家把平常的我们同学们啊，你们非常认真这样的一个活动，透过学校举办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诗词吟唱，让同学们好好的发挥一下。那么希望各位同学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里面，大家都应该具备着这样的一种认知啊，诗词这样一个活动，或许各位同学在国中尤其是一年级的大家都没有接触过啊，我们二年级的同学到学校来了2年了，希望各位同学今天借着我们请到台北市的我们国中的校长、主任跟秘书们啊，为同学们做评审之外，同学们，我也希望你们上台之后，大家不要紧张，好好的把平常所练的，能够淋漓尽致的发挥在舞台上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接着校长的话就一一介绍，今天我们特别请到百忙之中。为我们来评审的我们的校长啊，首先要介绍的是滨江国中的柯校长。校长好。好，谢谢柯校长啊，我们等一下再请他为我们做一些同学们表演过程的一个啊解说哈。其次要跟大家介绍的也是我们的邻居万方国中的林秘书。秘书好。好，其次再跟大家介绍也是我们的邻居啊，实践国中的邱主任啊，大家问候邱主任好。主任好。好，我们再其次要介绍的是双元国中的徐主任。好，主任好。我们最后一所学校是银桥国中的包主任。主任好。我们今天早上啊，一个早上啊，
常常会非常非常的辛苦，在这个地方为同学们做评审，希望各位同学特别要注意到你们的礼貌好了，校长的话就说到这儿。我们的比赛马上开始，第一个出场的班级子儿爱班，自选曲宋慧万之金无题。下一个班级子儿中班，子儿中班请准备，子儿爱班请出场。单手
敬爱的评审及来宾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挚爱班班长，非常感谢学校每年在母亲节前夕举办诗词感恩活动，让同学深深了解妈妈的辛苦及母爱无私付出的情感。我还记得去年此时，在诗词练习过程中，跟老师表达与妈妈失联多年的心情，内心非常想念妈妈。在老师的鼓励下，鼓起了勇气与妈妈说的话，我也顺利联络上了妈妈。彼此约好每个月见一次面，增进彼此家的团圆，此举令我心中充满感恩与感谢。我也利用这个机会为大家介绍一位本班特殊的孩子蔡永林，他常跟不上班上学习进度，但很可爱，配合度也很高，跟班上同学也相处得很好。感谢云婷妈妈对云婷不放弃及耐心的教导，在此云婷想对妈妈说，妈妈您辛苦了，我爱你，我也感谢，不是，也感谢阿勇妈妈把我当儿子一样疼爱及教导，还有妈咪我也爱你。再次感谢学校在母亲节前夕举办诗词感恩活动，让我们有机会大声祝福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。爱是一个圈，守卫中相见，轮回转出希望。自爱班使用时间6分22秒，第二个出场的班级自二中班，吟唱曲目春望念如胶。下一个出场的班级广二校班，广二校班请准备，自二中班请出场。别鸟
6:32，第三个出场的班级广乐校班。
演唱曲目轻平调无题。下一个出场的班级双二甲班，双二甲班请准备，双二校班请出场。Bye!
全体同学有些话想对班导说。齐伟老师，谢谢您愿意接受我们班，并且重新的教导我们，不管二校犯了什么错，或是闯了什么祸，你总是替我们受挨骂，因为我们的不懂事，让你感到很头痛。老师，对不起，二校让您担忧的。表演场地都会有一点点时间，来，再来爱的鼓励。